端午节吃粽子远离消化不良的好方法，就是利用我们的秘密法宝拉拉根水耕机，智慧控制面板，静音循环风扇，上手超简单。 LED 植物灯，循环水泵，在家就能种。加水漏斗，水量观察窗，自己种最方便。首先从水耕机上摘下几株新鲜的蔬菜，接着就开始制作美味的沙拉，放入帮助消化的水果，淋上富含益生菌的优格，最后撒上健康的坚果，让消化不良退散，美味的沙拉大功告成。拉拉根水耕机，让你随时都有新鲜的菜吃。祝各位端午安康。拉根。